今天的里来开讲单元邀请到的是新店区青潭里的里长林承玉，来介绍青潭里的特色。大家好，我是新店区青潭里里长林承玉，我是现任里长。那在这四年来，我们做了一些环境上的改变跟努力。那有一群了不起的志工跟领长在幕后默默的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实践了很多环境绿美化跟清洁清理的问题，也让我们组织了一个黄金之收站。那黄金之收站的部分呢，我们将所有的费用还有一部分的费用呢挪给了小朋友做奖学金跟里民所用的一些低收入户的补助。那我们在这个部分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们还是感谢所有的里民跟志义工领长的帮忙，才有办法成就我们可以得奖，然后在这次得到了5颗星的认证在环境评比上面。谢谢大家，那祝大家健康平安喜乐，谢谢。